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公司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。好笑的事情等着以后说吧，别了，我怕以后我到时候给忘了。我不是戴镯子去单位给同事们看过吗？然后我有个同事非常羡慕我，他就在网上花了200块钱买了一个假镯子带过来。 然后今天啊，我们研发部门的同事就拿机器好好测了一下，他说那个镯子里面全部都是放射性物质，戴多了还会不孕不育呢。啊，哎，假镯子戴多了自然是会不孕不育的。现在市面上假翡翠很多的，一不小心就会上当。 但是我那些同事们都很羡慕我，因为我这个镯子是妈妈送我的传家宝，实实在在的真翡翠。哎妈，我打算从今天开始，我以后就每天戴着这个镯子，这镯子还能养人呢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可是，这个镯子吧，这么昂贵。 你要是一直戴着，万一磕着了、碰着了，总不太妙。啊，还是别老戴着吧，别老戴着。妈，我先去看看欣欣啊。哎呀，欣欣啊，怎么了？哦哦。